大家好，我是 Elena。 这个视频呢，我们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侧院种植的那个波森莓。我是按一个拱盆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圈它做树形。那么老的枝条、结过果的枝条，我们要怎么把它修掉，然后我们为第二年的结果枝搭好框架。之前的视频我有跟大家来聊过，波森莓是它的新的枝条上结果，结过果的枝条不结果，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去年结果的这个枝条上面的这个，我们是二级枝条结果嘛，一级枝条给它修掉，然后再把今年的这个主干搭起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修剪的目标。因为如果它太重的话，你第二年的产量基本上所有的二级枝条都结过果了，你要再让它结果，它会有一些新的芽出来，但是那样呢，结果的量是有限的。然后这个植物不够通风、不够透气的话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再加上这一边的猕猴桃也需要空间，所以我们每一年做的就是果后修剪。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是波森莓的秋季果后修剪，夏秋之交的果后修剪。首先呢，我们从根部来找，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得到的呢，颜色比较嫩一点的那两个后面的，那是今年的笋，这两个是去年的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把去年的笋这两个拿掉，那么基本上你在上面的这些枝条、小枝条就一点点修剪。还有一根，就是这个也是去年的主枝，最里面这个，只不过我当时是被我折了一下啊，所以呢，我们其实主要修剪这三个主枝啊。其实呢，这个里面它长出来的这些，还有一些没有结过果的这个枝条，上面你看这是结过果，我剪掉的，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结过果剪掉的，对吧？结过果剪掉的，对吧？有一些我是没剪的。然后当然呢，它也会有，这个是它的二级枝条上面再长的枝条，上面三级枝条上面结果，把它们留着呢也可以。留着呢就是说有一些分叉上面没有结过果的这个分枝上面它还是可以结果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大部分的枝条都是结过果的。这样剪掉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省很多空间，这边就空出来了。然后呢，你把今年长的这些枝条就可以挽过来，横拉，让它再长枝条。这样呢，我们有更多的结果的枝条。这是为什么秋天和秋夏，一般我会夏秋之交，我会来做一个修剪。而且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枝条呢，它长到这边的猕猴桃，这边的猕猴桃长也长不好，还是会有稀稀拉拉的一些果子的，还是有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觉得可惜它，我这样呢，明年能够有更多大的果量。而且这边不透气不通风，对这边的这个植物也不好的。要想要做打造森林系，不是说完全的让它随意的生长，还是要考虑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怎么能让更多的植物给我们产生更大的果量啊。所以呢，我们要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把底下这几个剪掉，然后再把这几个相关的一个一个剪掉啊，慢慢来，不要着急，上面还会有一些果实的，先把那些果实摘下来。比如说这个上面有波森莓的啊，有一些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你要说再等一等剪也可以的。这个我就是有空就干活，就今天这个周末就特别想要来剪果树啊，然后就来修剪啊。刚才我们把那底下的去年的三根主枝剪掉了，只剩下今年长出来的这个两根，这个上面又会有长侧枝，现在它已经长到窗户的上面了嘛，我们等一下把它爬下来，会很多。这样足够足够了，你别看它好像只剩下两个主干，这些是剪下来的，看都是结过果的枝条。这是我绑好的样子了。
就把来，然后呢，我们鼓励这些，结果就是鼓励这些芽长出来，就是明年的结果就这样。这个我们底下一共是两根嘛，其中一根它分成了有三个枝条，三个错枝，二级枝条，二级枝条也给它含了。在这个二级枝条上，它又长出了三级枝条，到这一边，一直到这一边，这就是给明年的波斯莓定好的计划。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提前规划的问题，修剪的果树就是考虑到未来第二年